这位客官是想一起、啊、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也太考验我定力了吧。宿主大大你清醒一点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刚才只是我情不自禁。怎么能不好好穿衣服呢？怎么姑娘不喜欢？我操，这谁受得了。宿主请住。当然喜欢啊，可是你这么好看可别让别人看见了。不过我听其他小妖们说，姑娘你只钟情于妖王浮屠，看来都是假象。你认识他？认识，他算是我一个朋友。那你能带我去见他吗？可以，不过作为交换，姑娘也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宿主大大可别被操劳了。不过也可以拒绝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。成交。成交。这柳梢悠悠春意正俏，银河有人将年老，青花香就像在手阿凉，许是店家双双好。